如果成为天使的模样，是不是可以离幸福近一些？如果有一天，天使来到你的身边，你希望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世界少了一个人，会不会安静一些呢？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很容易只注意到负面的字眼，陷入不好的想法里面，一直想，以为全世界都这样子看你。那你都怎么面对？如果你不在乎，这些话就不存在，不存在就没有伤害啦。我想，天使的面貌一定不止一种吧。